做的漫展会有很好的印象。那么像在今天我有上台演出吗？今天暂时没有啊。今天的重点是小姐姐，今天是来大家照看小姐姐的。Hello。我刚刚没有被 Q 到，我被小姐姐看到，好开心。对，我们的右边就是我们的神秘嘉宾石星，人称小 V， 也是我们的 V 总。啊？对，淮山带你逛漫展。对，今天的屏幕稍微有点抖，因为我是全程手持的。IMG 女团，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女团是一个电子舞，大家原谅我手抖。那么你对于舞风的话，是怎么理解的呢？在生活中哪些？我要抢到一个虚伪的镜头了。是，我觉得舞风，因为现在没有云台，对哦，今天来的比较匆忙，忘了带云台。这两个腿的对比伤害有点大。淮山没有练过，没有练过可还行。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稳在两只手扶着啦。我可以听到很长的快门声。对，因为我离得可能有点远，离得可能有点远，因为我的耳机。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啊。淮山直播老专业了，我手抖还专业。对，现在呢，小 V 在聊他的新歌《换西沙》。谐音梗，新歌里面有谐音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这是很棒的一个创意哦，在歌词里面埋了自己团队人名的一些梗。那我们大家想不想先首先在现场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呢？观众的热情十分的高涨。唱一段副歌吧。好的，别抖，你要截屏。好，我尽量不抖，我尽量不抖。我已经很用力了，大家原谅我手抖。直播的位置被疯狂的挤，对。截到图了吗？截到图了吗？没有截到的话，等我还会带着我们的小姨一起逛漫展。金枝站好，好的，金枝站好。对，今天的神秘嘉宾是我们的石星小 V 哦。还有这个配饰，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今天在漫展上面就会有一些小姐姐就很喜欢这种打饰。就特地挑了一些比较就是古风类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中奖名单呢会在11点之后，会在波动 APP 以帖子的形式公布给大家，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小哥哥，好，我今天听听我们的这首《换西沙》，真的很合适。不用担心哦，中奖了一定会奖品一定会送到大家手里的。在我们这个是自由舞台表演，今天早上呢会有很多人来这边跳舞，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来跳自己的音乐。
而且不只是今天，在这几年的漫展上都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只要有舞台的地方就会有记名月的这首歌。对，记名月大家听过吗？受我们广大宅舞爱好者的喜欢。我问一下我们的许诗音自己有没有接触过宅舞？因为耳机在我这儿可能稍微离得有点远。然后有一次我们上到他就听到了一个触摸天空，然后我会带宅舞，不要让我跳，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好，那我们来一段扇子教学好不好？记名月的扇子教学，记名月扇子教学哦。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计算一下记名月的扇子。谢谢。那我就来跟我们的学习一下啊，我不会这个。学就是我在里面有一段。淮山波涛号叫什么名字？就是淮山加一个句号吧，我也不是很记得了。我感觉我好像是因为您的扇子上有教过，对，这把是我第一场表演的时候用的，因为上面有教过。哦，是小姐姐专用的扇子，是我们一种专用的扇子。还是很辛苦的，有没有？就是这个扇子，大家能看到这上面有教过的，就是我们的。甩起来了，甩起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太辛苦了，厉害厉害。对，搜淮山，然后加一个句号，应该就能看到我啦。头像是我的自拍。然后用其他的手指打这个扇子转起来。哇，这样我搜手指太酷了。对，往右边转。大家在线教学，在线学习。上网课了，上网课了。当收的时候就。两天都没中奖，没事，今天一定可以中奖了，小兰。不太听我的话了，大家自己试一下，是会有点痛，这边夹的，所以说虽然我们。在美国给孩子们带饭，这是。小 V 说他今天要冲关，然后帮我赢礼物。我现在是他的工具人，在帮他直播。
要到下一个了，下一个是赢礼物了，赢礼物了。
好，盖章，耶。什么东西？环扇吗？好适合我吧。啊，有点可爱。我可以拿得跳，我没拿。谢谢。好。他挡住我了。百万的。这是我的吗？你给我赢的吗？还有
小时。是我的，他刚刚，我刚刚跟小薇出来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大叫，叫豆豆妈妈爱你。抽奖，抽奖。刷起来了，我们刷起来了，工作人员截图，到时候一起喊123吧。
爱的熊猫包包，其实我已经觊觎它很久了，因为觉得它好可爱哦，摸起来软软的，对，而且手感很圆的，很圆，可以当抱枕，对，看着就很舒服。那别的东西感觉怎么样？还有一个给我一个熊猫的团扇，因为刚好我上一次发布了一首新歌，然后它的里面的舞蹈动作就是我用团扇，我说我可以用那个来跳舞。哇，那太巧了，而且很实用，有没有？可以直接用上哦，棒棒的。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小薇今天来到我们的波动展台，也祝你在我们的杭州国际漫展玩的开心哦。谢谢。希望今天来这里玩的各位，然后可以玩的开心，然后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玩的，可以去逛一下。啊，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小薇的新歌《浣溪沙》哦。好，跟我们进行一张合照吧。我们要不要比个心？谢谢你，谢谢。好，两位请留步。来，听听我们的主播有什么话说。壮士留步。硬硬吗？开的。我能不能
拍什么内容？我想拍个这个。
要看雪大，不是吧？拔下来。哈哈，真的吗？吓死了。我的扇子，还有一把呢，还有一把呢，嗯，不知道哪里去了，不知道，要去问一下，可能是不是在那个台上面？帮我找一下扇子。好、啊，知道放哪里？都放这里了吧？那个把都放桌上了。都在吗？没有，只有一把了吧？啊，在这。回酒店了，我们叫司机过来接。嗨，要去哪里逛一下吗？去哪里逛？现在过去的话太早了，我们三点钟过去。逛漫展吗？逛漫展，也只能逛漫展，还能逛什么？就想逛漫展。你还想逛什么？走，我们去逛漫展吧。你们想逛漫展吗？吓到我！逛吗？都行。挺大的，是不是？那东西放这里吧。有两个馆，这边一个对面。那对面的话，是不是要拿牌子？这个还有吗？还要再拿一个吗？你想要是吧？这个里面是什么呀？放东西啊！哦，真的呀！这是真的背包，不是玩具。好可爱呀！对雪大在咆哮，他问雪大为什么在外面咆哮。我要带你们去逛漫展。逛漫展，走吧。快看漫画，我之前也有用那个 APP 看过漫画，但是现在都没有什么时间，然后就没有看。我跟你说，以前我很喜欢用这个 APP 看那些就是漫画，就是那种你懂的，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对，还有那种什么，就反正就各种。上一次戴那个假发，哎呀，脑壳疼，还是自己动手剪的刘海。我上次来是很久了，人好多哦。那、我看到了初音未来。你有喜欢的吗？水墨画。它的翅膀好好看，可以给它掰一下来带回去。
我们喜欢看那个小玩偶，你们能看一下，这些可可爱爱的东西。那他最喜欢的抽盲盒。你抽过盲盒吗？哈哈，好喜欢抽盲盒。什么？那个兔子。你们抽盲盒吗？他们说给他买一打。哈哈，已经戒掉盲盒了，现在已经不玩了。啊，他之前抽这个，他现在已经不玩了。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会抽上瘾。对，戒掉，因为倾家荡产，倾家荡产。没有没有，真的。你冷到了吗？哎，我看到了柯南吗？那个是。哦，是真的耶，好像是。哔哩哔哩都没看到。柯南。哔哩哔哩有自由舞台。啊，什么舞台？自由舞台，可以上去跳。哦，那你要上去跳吗？可以啊，我带你们过去，你们上去跳。去吧，去上去跳过。新一子什么那什么什么来着？啊，不会念。雪大呀，啊，雪大出场。哈哈。该叫我吗？对啊，我拍的是这边。那边有游戏机吗？那个什么？是什么？不知道，看一下。这是什么？欢迎乘船长。我还以为是打游戏的呢。哎，鱼酱有一个那个什么？他已经入境很久了，人好多啊！我里面看到那个斗篷，好厉害，有点好看的这个斗篷。谁？好大的头，好大！他们的眼睛都是眼白，这是受到了惊吓之后的表情吗？啊，这是一个可爱的。这是谁？嘿嘿。哎呀，从哪里出来的？哎，那是他的一颗痣吗？是，像身边还有。哈哈的嘴角就有一颗痣。哈哈，嘴角的那颗痣，是他做的西瓜。那是呆逼贴的西瓜子。买了我可带不回去，我的箱子已经塞满了。我箱子已经有了给哈哈的礼物了，我不给他买了，我会把他宠坏的，不可以再给他买了。这里是吧？七龙珠我看到了，还有海贼。哇，那边有好多弹幕，好多人那边。今天健身不适合跳舞，也不适合。
左边上。真的，一到五一啊、国庆啊，就会有很多的漫展的活动，然后就大家可以出去玩一玩。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忍者村啊，正在打游戏吗？哇，你看那个，这是可以吃的吗？假的。在这里拍一下。里面有个人呢。可以跟他说话。魔族入侵，可逃！在下千玄宗掌门，九方演义，愿魔尊一战。哦，我们回去啦。每次都在看我有没有参加什么漫展啊，就是什么。我也刚也在看他的小尾巴，耶，还挺多人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美颜会把它变形，有点尴尬。还有我的。那然后你是苹果吗？是。然后你隔空给我放飞。镜头肥来了。调更远。这还好吧？要开个灯，好暗哦这里。我怕把它拍变形。你的手机屏幕是不是有点暗？果然，我看不见。我变一个十吧。可以。太黑了，这个。把这个关掉，这个吧。我要调低一点。这个好还是这个？太黑了，是不是？亮一点好。这个倒计时啊。飞来了，啊，谢谢。不行，要去坐飞机，要去坐飞机才可以回家，直接飞不行。太难了。
的小扇子，还有我的耳朵。走吧，我们去酒店。我们去拿行李，然后回去机场。怎么啦？行，哎，也不是不行哦。我还有工作牌呢，你看，我就是哦，这是证，参展证。看，噔噔噔。好。我有延迟，我为什么有延迟？直播应该都有延迟吧？对呀、啊，是参展证，不是工作证。哎，我的熊猫，熊猫嘞？怎么只有一只？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呢？啊？哦哦哦。现场的网，因为太多人用了，我还以为这是你的呢。那个是我的，他的那个还没拿过来呢。你也要。你快点来这个漫展啊！啊，没有高冷人设，全新的。这个是陈星的，可可爱。哦，王坤连线已经刷到了吗？他好像那个是他们现在协调是说能不能开进来，然后外面因为这边公布了，知道吗？对。直播间抽奖。如果他说能开进来最好，如果开不进来的话，可以让你走到走出这个白马。去酒店是吧？不是去酒店，走到。走出去，走到马路。因为他前面他路车开不进来，好远。那行，因为这个要让他们带你们去，你是要走一段路。我们要先换衣服。嗯。我估计我得背在身上，因为我箱对这个等一下给我，我箱子塞不下了已经，我背着吧。哎，走，我走哪吧？我要飞飞了，是现在就要出发吗？现在出发了。没有飞。那还是三点。可以提前出发了吗？要提前出发，2:30吧，我开进来了。现在他们还在要那个通行证。那我们先回酒店吧。我认识的，打他电话。我在群里发过，王派是186对吧？我在群里发过那个群号。你要跳吗？跳吧。
啊，对对对。那我们先回酒店。这个这个大概两个。带我们。春春春又来。可以可以可以。给他一个舞台。哦，这个狗狗。两个。那么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是个什么角色的 cos 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狐狸。可可爱爱。这边吗？有点找不到路。我也找不到路了。有点路痴。找不到路，找不到路。这么晒，我还准备的是长袖哎，我会被热死吧？天哪，我一定会被热死的。我准备的是长袖。杭州真好热。我们昨天那个司机送我们进来的时候，他绕了好久，因为对，都封路了，然后他就是叫警察进来，然后就一直在那绕。最后开进来了。最后开进来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小朋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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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真好看，加班费，加班费，这个很值。哦，他怎么了？哎呀，来贝贝，小可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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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雪大全程在倒着走。杭州还挺热的。适合去爬山。嗯。每年都要回来一次。是吗？去年也回来。记得你们是之前什么活动在杭州玩过哈？好像还拍在西湖那边拍了拍了 vlog 还是吧，对吧？哇，好久没出去了，应该是10。来杭州干嘛来着？记不清了。五创一次，有你一次。哦，有你。有你音乐榜。啊，是这里吧？哦，有你。哇哦。去换个衣服，然后就走路。我要下播啦，拜拜。没有，我要去换衣服了，哈哈哈。对啊，我要去换衣服啦。在这里。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哪个都可以吧？都可以，通用的。对，康。